用猫仔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用猫仔唱歌，着用猫仔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个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；伫万百姓的中间，讲起伊奇妙的所作。用猫仔最大，应该是有极大的恶乐。伊伫正心面的顶面，应该是有敬畏。咱这个时代用圣诗，请用圣诗八十二首。圣诗八十二首，要听天师在吟讲，归阳光伫新生王，地上和平，人受恩，上帝侪人各真君，世间大国着奋起，参加天军来欢喜，要甲天师斗生命，基督降生不离行。要听天师在吟讲，归阳光伫新生王。咱起立，大家拍手。因为有一个影为咱
出世，有钱人是出来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个人是做伊个人所做。这国情甲平安，这个天无强尽，就是靠伊好做，靠伊好。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，对打到永远。安慰老话，就是平安的幸福。